欢放假。对啊，对了，现在不当学生也好喜欢放假。对，对啊、而且你知道以前当学生好像觉得上学就是为了放假。有点鬼的，但是现在你看一到暑假、寒假的时候，哇，人潮真是多啊！证明我们这个节目在年轻人心目当中还是永远的第一名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好厉害！你们真的有在看我们节目吗？谢谢你们啊！他们现在这个节目，他没有看礼拜一怎么过日子啊？哦，没有话题可以跟同学们聊天。对啊，他到学校里面，他讨论的就是这个节目嘛。对，而且跟另外一个周日八连档的十字路口嘛。对啊。花桂嘛，桂圆茶，茶碗蒸，蒸蒸蛋，蒸蛋蛋花汤，汤汤汤圆，汤圆汤圆和汤饺，饺饺饺子，紫菜汤汤。我不想跟你玩这个游戏，我现在录，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呀！不要自卑嘛，我猜我猜猜猜啥？猜猜汤圆圆圆，汤圆圆，还有什么样可以圆到这个汤？我干嘛跟你接啊？肉粽粽子，让他一个人来接。好，来介绍我们今天来的学校有哪哪些？干丝丝瓜、瓜子鸡、鸡肉饭、饭包、警卫、茶碗蒸、蒸鸡蛋。喂，介绍了。玩好了吗？玩好了。好可怜哦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同年龄层嘛，比较容易玩在一起。吴叔叔，你坐在里面，我还以为是校长呢。对对对，人家校长太好听，是工友。哦，工友。好怪哦，你们这些人，拜托你去抢银行算了。好了，赶快介绍来宾，好吧？你们这边是。好有效果的哈，效果的哈。三名高中，祝你三名高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广播社的同学们，越唱越心虚，觉得屁股凉凉，有没有踹过来？你们有口号吗？没有。好，那其他是什么？有没有？有，一二三。反应很快，真的啊，这边哦哦，厉害了厉害啊！那边是什么啊？七点高中，我有厉害了厉害，那又怎样呢？我们欢迎啊，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哎。对呀对呀，谢谢各位爸爸妈妈，赶快介绍咱们第一位徐伟伦。欢迎大家好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厉害了！哎，我觉得应该连林伟君一起介绍，因为他们。就等于代表 Vivi 嘛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怎么发生那个状况？哎呀，这样子好奇怪。对呀，这样有点尴尬。两位一起聊一聊好了。绯闻到底是怎么样？徐伟伦是跟谁啊？哎，伟伦最近在忙什么？哎呦，最近刚拍完戏。拍完戏是吧？对。其实他跟李威是还蛮配的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你跟李伟君可以组成一个团体耶。干嘛？叫 WEWE。为什么 ？WEWE 啊？一样吧？对样吧对呀、啊。那怎么会闹出那个绯闻呢？到底跟李威之间状况是什么？啊？怎样嘛？一边是爱情。什么怎样？就目前还有联络吗？两个人？就好朋友啊，好朋友，对啊，差不多有三年多年。谁问哥呀？啊，你不在问我们吧？没有人在问好朋友。对不起，对。那有彼此通电话吗？或者那？嗯。那听说他最近的消息吗？有啊，电视上都看得到。分手以后，宪哥。在我有多难熬？没有你在，我都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没有你在，我有多难熬？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，老人也是有病人生的。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吧。我在这里一起来祝福他，举手。哎，这什么地方？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因为你在 KTV 是不是？好，那林伟君呢？伟君的状况又是怎样？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我最近就上山下海的，到处去介绍一些好玩的东西给。新节目对对对对，在台湾吗？对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们也希望两位都有好成绩啦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绯闻是很重要，没错，就是女孩子啊，因为她归宿是很重要的嘛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大家这个还不是一定要走入家庭，本来就是，所以也是要交朋友的，所以大家也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跟各个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接着下来。介绍这位真正的冒险王，好久不见！哎呦，八点档超级男主角已经来了，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神探凉拌的男主角以及导演。你让人家介绍，你讲到那部电影的名称，我就有这种反应，就要介绍自己的。哎呦，欢迎冒险王男主角吴奇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一号。
好帅啊，那怎么看会怎么帅？其实我是很忐忑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他是我的偶像。啊、真的吗？你看不出来我很忐忑吗？过去跟他握个手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嘛！哎呦，握什么手嘞？过来过来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嘛！哎喂喂。阿弟，特别看一下陈立，你喜欢养 Coca 喜欢吗？他真的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都在大陆拍戏。现在大部分时间在大陆拍戏。其实感觉看到你回来台湾好像比较少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好像看到你快哭出来啊！对，对，刚回来好不好？主要是因为在那边拍戏时间多，所以有回来都是做宣传时间才做。对了对了，这一次八点档我们肯定又是第一名了，加油啦！希望能够有有，我今天刚好看到试片会嘛，嚯，厉害了，还开枪了，砰砰砰砰，有没有？开枪怎么能乱讲啊？有你问他，戏里面有，戏里面有，对对对。果然有看，对不起，我还看那个我的秘密花园呢，搞不懂，对，范晓敏，不要以为我们不认识，我跟你讲，他爸爸叫范家达，哇，好的打入年轻人的世界，他们三个人还住在一起，那猪头啊还在门口等他十个钟头，最后花了17000元，你背了多久？买了一个水晶的送给他，没有你猪头，好啦。一起来欢迎我们潇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潇潇。哎呦，很可爱的心理、欸。很少人长这么漂亮又这么会唱歌的，很少。我要听他唱歌真的很过瘾。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，来来来，我是潇潇，我是女生。是哦，看不出来耶。潇潇是我的本名，然后我在北京出生，然后3岁到香港。然后就在香港长大，在香港长大，在香港念书。那台湾跟香港的比较起来怎么样？都挺好的，都挺好的。台湾人比较亲切。对啦，对啦，香港人比较多。什么？说来怪怪的，不过很多人说你唱起歌有点王菲的味道在里面。哦，我有翻唱她一首《矜持》。可不可以现场为我们带来一下？是不是唱一下，唱一下？要啦！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来来来，要。我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。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啊，好紧张！哎，唱什么？唱得很好啊！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后面有高潮了。没有，吓一跳，也吓了一跳。因为现在很多歌都很怪嘛，烟烧的那个被锅关，里面的妈妈上去了有三端。你在唱什么？因为你不懂乐有特色。再来这一位了，很少出现，但是他是一个音乐人，他的话不多，但是他的歌挺好。有没有？人不帅，但他心地不错。一起来欢迎，好介绍，女神简他们阿迪亚。要不干脆用唱的，好吧？好吧，用唱的，唱个 rap 或什么都可以。来吧，给你来个高的困难。谢哥，其实很可爱。他今天的心情是走可以讲话聊天的路线。对对，而且他今天穿这个样子，很想跟他买烤番薯，有没有？好，马上进入咱们第一单元，叫的是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不能真，有真的假不了。奇人异事大搜秘，猜猜看谁说的是假的？今天二真一假，两个真的一个假的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啦。第一位，他是叫做阿信，一起来欢迎阿信。欢迎阿信。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桃园人。Oh yeah。想不出来，他竟然是没错，有那种癖好，有那种癖好，收集的癖好。那组成信乐团有多久的时间？喂，不是同一个，好不好？是五月天啊！这是什么？信乐团啊，信乐团啊！就是你在家里看的那一卷吧？还有中心大哥是说那阿信，不是那个漫画的阿信。哦，熊熊刷电影的。
不要聊这个。你以后要常来，我们在节约能源，你现在都很少开冷气。那么桃园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玩具败家子。哦，哎呀，玩具败家子，听说此话怎讲？他专门在收集一些玩具，听说收集一年就花了多少钱？30万有吧？一个月等于2-3万呢，3万多块。那你都买什么？你现在有工作吗？我有。什么工作？可以讲吗？能不能讲是在你心里面的？比如说，你的工作是邮差，这不能讲呢。可以讲吗？你的工作可以讲吗？玩具设计。哦，本身就是在从事玩具设计的。切，这有什么不能讲？见鬼了！那你真的很爱玩具哦？超爱的，超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认为收玩具的人不会变坏。为什么？因为自问自答。对，收玩具人不会变坏，为什么呢？对，他真的不是这样吗 ？Q&A 哦，太厉害了。为什么他会自己这样讲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马上来听听看。因为我觉得收玩具这一个收藏是非常好的嗜好。当我工作累的时候，就看看我的玩具，看看他们是多么的如此美丽漂亮，心情就会很平静。但是他是倒是曾经啊，买进一个玩具啊，转手之间赚了10000多块。应该不会全部都在收集芭比娃娃吧？会吧。芭比娃娃可能贵的不止10000多块。那你当时是转手哪一件还赚10000？我没有转手，就是跟人家买。对方不知道行情，很便宜的卖我，其实那个是值10000块的东西，结果就白赚了，那个是吧？对啊，现在收藏当中。啊，你买过来之后，你就跟他嘿嘿，其实他怎么样？嘿嘿，这个笨瓜，才卖我在你损失10000块，结果那个人嘿嘿，其实那个是假的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嘿嘿，没有发生这种笨瓜事啊。那就糗了，那怎么？其实玩具真假货很好分哦。真的吗？很好分，很好分。好，那问题就到这里。你好，阿信是一位玩具败家子，他一年内花超过30万在买玩具，而且搜集了超过400多件了，你相信吗？第二位来咯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厉害了，是一位女性同胞，但是她有一个特殊才能哦，讲得出来的话，好不好？我脑袋瓜给你们当球踢。好，大家静静欢迎陈明珠小姐。欢迎陈明珠，36岁，基隆人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哇，陈小姐长得就有异象。异象，来来来，伟伦有没有知道什么啊？错，好，委屈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什么？错，阿迪亚是什么？看什么？有人偷丢？感谢阿迪亚。阿迪亚，阿迪亚，不然他已经丢一个卡上去不算了。啊错，潇潇你的答案。哎，这张是什么？女扮男装吗？啊？女扮男装。阿迪亚靠你了。观众朋友，你猜得出来他有什么才能吗？而金曲歌王阿迪亚，他能够顺利的猜出来，让大家如愿以偿，将信哥的头当球踢吧，请各位拭目以待了。人不可貌相，本周为您推出极恶坏人脸。哇，好坏啊！哇，凶手，凶手，变态哦，变态凶手，变态，天哪！究竟这位女士她有什么特殊才能呢？潇潇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，哎，这张是什么？女扮男装吗？啊，女扮男装。阿莉亚靠你了。哎呦你！你们继续访问好，我当二号了。你是怎样？大家有个台阶下。他会左手写反字的人。哦。再讲一次。左手写反字的人。哎，答对了。哦。哎。头鬼，他把那个手卡给他了。哪有？听说陈明珠小姐会用左手写反字啊？怎么写？
就是左手直接写写跟右手完全相反的，像你刻印章看到的那种字。可以同时吗？那你会刻印章了？你会刻印章吗？欠栽培，欠栽培，所以是会咯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就是、没有栽培。不会的，我刚才欠栽培，刚才欠浇花了。哎，可是我想问呢，怎么会这么特别？就是想要去训练自己左右手一起写，而且还可以写反。对啊，突发奇想，怎么来一个？没有，我一直以为这是人会写字，那是与生俱来的本能。我进啦，我嘛住十六楼，那我要进。对，我一直以为说每个人都会写，但是就是不经意。以前有一个那个果菜汁广告说，均衡一下要做左手写，就不经意写，就看到我写的都觉得很惊讶。我一直以为那哦，所以你一直都会啊。我不用练习，我本来就会，就是很自然天生的。那你可以用左手反字写一篇文章吗？没问题。真的还是真的很难呢。那你平时是习惯用哪一只手写？我本来是左撇子，可是被老师打成右手。老师打成右手，所以其实教育还是应该要开放。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，因为呢，事情就发生在我家。哟，怎么了？我家大家知道吗？你家谁知道呢？对啊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我哥哥就是会用两只手写字啊，所以啊，人家罚抄写字有没有？奇怪，怎么一下就好了，字又漂亮。后来老师，他竟然用两只手这样写。他也是可以两只手同时写的吗？两只手同时吗？对啊，同时写字没问题啊！哇，如果真的今天就表演了。二号陈明珠是一位能用左手写反字的人，同时还能左右手一起写字哦，你相信吗？好，第三一位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，哎呦，陈琳，又不是杨陈琳哦，陈琳，我12岁，台北，哦，哎呦，哇哦。哎呦呦呦，大陈琳小姐，漂亮漂亮，嘿嘿，是在访问我吗？访问你干嘛？人家是早晨的陈琳，这个女生很可爱，铃铛的铃，谢谢。今年才22岁啊，台北人。那么在访问她之前呢、啊，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身上今天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带的，因为她可能会当场会送急诊，她会失控。好，有的话现在就不要拿出来，万一是有的话，收好哦。大家收好，先不要讲讲，是这个吗？那出来啪砰。各位，如果你们有什么危险，我们不能负责的、哦。对，因为他会冲过去。R U I T， 就是那个谁可以念出那两个字吗？就是果，听还可以，听还可以。可以水果就是西瓜、芒果、柳丁、榴莲。三足，不要再吓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怕水果。这个女生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很怕水果。好，那么陈琳，请问为什么？因为，我觉得不是问我。其实为什么我有想过，可是就是没有为什么，从小就这样。其实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做好朋友。吴佩文，吴佩文，佩文好像四岁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水果了。那他会不会很硬啊？我也问他有没有便秘这个问题，比较容易吧。急迫马桶，会比较容易。太硬了，对，那是他的武器，好吧？他遇到坏人这样。你真的用大便吃我？你的头来。神经病，搞得跟臭虫一样。我怎么会这么怕水果呢？觉得那个味道，味道然后吃的感觉。你是不是觉得就像一般人怕老鼠、怕蟑螂是一样的？你怕到什么程度？那他是没会吐吧？会吐，看到会吐。不是，看到还好，切开闻到那个味道就受不了，就受不了。对，其实有像黄磊，他是怕榴莲啊，不那个莲雾，像莲雾的后面有没有像婴儿的手？哦，他说看起来像婴儿的手，心理作用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有没有杨林怕什么？怕纽扣。哦，对，怕扣子。这奇怪了，这个。奇怪啊，宪哥，你有没有怕什么？有，但是不要讲，好不好？讲嘛，来啦，大家以后都拿这个吓我。哎，我知道宪哥怕什么。哎，真的吗？想不想知道？想啊。讲出来以后，人家拿这个开玩笑。不会啦。真的吗？他怕的东西竟然是
湿纸巾。啊，都知道了。为什么啊？真的是湿纸巾。湿纸巾有什么？因为我就觉得塑胶袋里面的水是不干净的。所以你知道湿纸巾是包在塑胶袋里面的。对对。所以你会怕？所以湿纸巾那里面，我就觉得它有化学药品，然后对身体会不好。然后我闻那个味道，又是色素啦，那个。调味，终于摸透你了哦！我没有办法，所以制作人心如赶快去买两包哦，买两包吓吓他。空中小姐有没有？她在吴先生，我帮你啊！有一次我把咖啡啊，啪整个弄倒，因为她拿那个擦我的手。真的？你会过敏？我不会过敏、啊。像杨贵妃耶，你太瘦弱了吧？对呀、啊。哎、啊，干嘛自己演起他的湿纸巾啊？哎，水果，那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你这一辈子有没有特别讨厌的啊？想要突破？对啊，我有尝试过，有尝试过吃番茄炒蛋，可是也是不行。番茄也不行、就是熟的也是不行，也是不行、啊。那你特别讨厌什么水果？特别讨厌木瓜。木瓜已经是十分讨厌了，但是木瓜它因为你会觉得木瓜一定是食味啊，就很臭、啊。但是它也不需要木瓜、啊，就胖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身材够好、啊，对啊，人家身材好嘛。然后看到释迦也很害怕，嗯，就觉得那个很像虫，昆虫的卵。然后切开里面都会是虫的、啊，会冒出来呢。那这么说你也不敢到彰化喽？为什么？八卦山嘛，释迦摩尼佛。会让你想到，不会有味道。有一次呢，还被男朋友用水果丢他，男朋友可能跟他吵起来，水果就啊去死啊，然后两个啪啪啪分手啦，是因为一盆水果。真的？为什么？我们那时候就是。朋友生日，然后我们在 KTV 里面，然后有点那个水果盘啊，可是我真的不敢吃，然后他朋友就说，哎，你吃一点嘛，吃一点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也讲说，因为我害怕，我说我吃不下，我男朋友说，这样吃就吃啊，然后我就说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是猪农的、啊，没有，他男朋友可能想说在那个时候帮你突破那个关卡，然后后来我就说真的不用，然后就这样子翻掉，啪翻掉。然后两个人就拆，就吵架，然后就没有了，因为觉得这样明明知道我不喜欢，硬要逼你。对啊，三号陈琳是一位超怕水果的女生，而且从小就惧怕，连味道都不敢闻，你相信吗？来，现在几位呢？有没有其他相关的问题？没有的。哦，你想问上、哦、好，魏伦，你是从小，你是出生就不敢吃水果，还是说你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？本来就讨厌水果的味道，然后我印象中我小时候还会吃那种龙眼啊、荔枝，可是有一次好像是在车库里面吧，有龙眼，然后我跟我妹妹两个就躲在那边吃，吃得很高兴。后来我妈妈一开灯，就发现我们两个嘴里啊、手上都是蚂蚁。就是会有虫那样，然后真的吓到就不敢再吃了。其实现在长大很多的行为跟小时候都有关，对对对，所以一定有关系。对，从小可以见大嘛。对对。好，给你们一人十五秒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想想到底哪一位是假的。十五秒计时开始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究竟以上三项奇人异事谁说的才是假的呢？你是不是可以从他们的访问中查出蛛丝马迹来呢？大家快点来猜猜看吧！时间到，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到底哪一位才是呢？徐伟伦，你的答案是三号，为什么？水果妹不可能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啦。好，三号，伟君，你的答案是？我觉得是一号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总觉得、啊、玩具败家，对对对，因为总觉得刚刚问问题啊，问他收集什么样的玩具啊，或者什么，他好像讲不出一个具体的东西，比如说我收集什么无敌铁金刚啊，或者是我收集一些什么赛车啊，但是他好像一直没有讲得很清楚吧。我认同你的说法，男生穿皮裤本来就是怪怪，很帅啊。哎，阿基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三号。三号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说他会害怕水果的香味，那他对很多化妆品的味道应该也会不习惯吧、嗯、因为很多化妆品的味道都是不还有洗澡的、啊、对不喜欢水果的、啊、香水也是水果的香味，真的吗？不喜欢洗发精很多也是水果的味道，他都用 Bureau for Man 就是没有味道，对，没有水果味。那潇潇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猜一号。一号
那个玩具那个败家子。对，因为通常如果是因为我有朋友是做设计玩具的，他自己公司就已经就是会买世界各地很多就是做的很棒的玩具，就是他已经不用收集了。对，没错，我才是一号。我还是真心告诉你们，男生穿皮裤基本上他就是外快。来，阿迪亚，你有穿过皮裤吗？没有，好好，你看他就不怪了，那个，啊，你答案是一号，嘿嘿，为什么？哎呦，因为他穿皮裤，一条皮裤毁了一身。我觉得他，因为一般来讲，当你工作是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很难会再有这个兴趣。没错。可是你做音乐，你也很爱音乐啊。可是我其实很少听其他的音乐。哎呦，就是只创作自己的这样，这么厉害了，所以这是他们的说法，好吧？那二号是大家都相信的，有没有？没有人选二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两手今天不管怎么样，大家都要表演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正确答案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倒数三秒之后，如果你是答案的话，请走下来。3、2、1，答案请揭晓，三号。徐伟伦答对了，肖，肖肖那真的是肖肖，肖杂不？好，但是不管如果你身材很好，很喜欢你了，好吧？干嘛跟人家聊这个？你们带来春天的感受，好吧？谢谢。以后常来嘛，反正两个真的，你永远是那个假的，没有。那还有什么好看的、啊、这个单元？对啊，那越穿越少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對啊，好，谢谢。我个人要求，謝謝，个人要求，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差，没有，哇，主动外来。等下有一个穿粉红色衣服人跟你要电话，千万不要给他。对，他特征是头很大。喂，好，谢谢。报告老师，我是有张坏人脸，但是我真的不是坏人。哎呦，幼稚园帮儿子报名，结果被赶走。啊，就前几天的事情。还前几天呢？可不可以讲一下？讲一下。他就是那天想说帮儿子报名幼稚园。啊！结果就走到门口，警卫就把我拦下来，然后说你想干什么？我说你的箱型车在哪？是不是开来绑架了？更有趣的内容还在后头啊！先来看一号的冰箱，好不好？他很厉害，收集了哪一些玩具呢？请看，玩具败家子，私藏大公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阿信，这些都是我的收藏。这些就是阿信所有的收藏品，三年的收集为数相当的可观哦。荧幕上所有的玩具都是他在国内精心搜集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会请朋友从国外帮他带一些特殊的玩具回来，有时候也会上网搜寻订购哦，用心程度可见一斑。而在众多玩具里，价值最高的就是这个10000元的玩具。许多电影里所塑造出来的明星玩偶，他更是不会放过，一定会想尽办法弄到手。像这个成龙的玩偶，是不是相当的精致呢？哦，除了成龙之外，还有郑伊健的人形玩偶，以及骇客任务里面的男女主角哦。哇，在这么多的电影玩偶当中，阿信本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恰吉娃娃。哇哦，看了这么多的收藏品，你是不是也大感佩服呢？这是我三年收藏的玩具的结果。欢迎喜欢玩具的人，大家一起来做加油，拜拜。有啊。酷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真的是有收藏，对耶，相当不错了。不过平常讲这个，只要喜欢收藏的话，他一般都写比较心细，而且心思细密的人呐、啊，普遍都比较善良。对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有。你干嘛？好像他很有勇气才敢说出来。对啊，他有好像为他做很大牺牲。有，怎么样？就别想了。啊，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位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他直接写好了，左手写反字，左手写反字，麻烦写一下冒险王，会不会不好写？冒根本反的跟正的字一样，冒险王哦。我们中式，现在是左手，哇塞，哇鬼，鬼啊！
哇哟，还是草书哎！啊，你唔看过来，我看麦嘞。来，哎，惊死人个嘞！啊，两只手，两只手一起写什么呢？吴奇隆，好吧。一边。哇塞！有困难你就讲一声。哇！天哪！好厉害！天哪！哎呦！好厉害！你瞧，陈明珠小姐左右同时写字的功夫实在了得啊！一般人可是很难学会的哦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在家里，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哦。瞧，不一会儿功夫，他就轻轻松松完成了这四个字，果真是奇人异事啊！有没有看到？你们做得到吗？真的做不到。对啊，你来试试看啊，宪哥。两边写两个字。嗯。好。写自己的名字喽。不要。不要说我写自己的名字哈，对，好 ，OK， 帮我计时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写 Jacky 哦，加油，干嘛？会不会拿笔啊？你在沉思？你至少该预备气吧？预备气，王八。写的还不错，你还不错哎，好好好，只能写这个，没有那么容易，太厉害了！再次谢谢他们两位，掌声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那位漂亮的小姐。马上进入下一单元，叫的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又。